机关长，我可把您给盼来了。<笑>这里的确是没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。德辉，你真的很有想象力，也很有创造性。多谢机关长夸奖。他是有想象力。 可我已经吓个半死了。你害怕了吗？机关长啊，您看看这间屋子，啊，除了我一个，没有会喘气儿的，真是太阴森，太恐怖了。对你来说，要安全点。 怎么，还在生气呢？也许我就该回来了。又胡说啊！妈妈，你也不看了。姐，妈住谁家不好啊？为什么非要住她家？你想想啊，咱们在这个城市里，除了你二姐，还有其他的亲人吗？你总不能让妈妈这个年纪了，还到外边去寄人篱下吧？ 小妹呢？走了，你少跟我提她。你还真别说，小妹的言谈话语还真有点中国人的血性，像条汉子。你偷听我们谈话？偷听？你说话的声音都快把房盖给揭起来了，我不听都不行啊。听见也好，现在你清楚了吧？ 他们就是和气伙来欺负我，从小就这样。我看这事儿也未必。怎么未必了？我觉得小妹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好你个张成斌，你老婆被人家给欺负了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张成斌，你不会是要打你小姨子的鬼主意吧？你胡说八道，简直就是个泼妇你。泼妇？ 你说我是泼妇？好，那我今天我就泼给你看看。哎，你！报告警长。 接获的那封电报破译了，开给我。为了尽快查明日寇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，上级决定派沿河一号副理处协助你们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沿河一号大大后即会用第二套方案与你们联系。宝塔山。 果然是中共地下党的电台。沿河一号，沿河一号来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走？过两天吧。我想到你姐夫阵亡的地点祭奠一下，另外再多陪陪妈妈。谁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？姐。 你去祭奠姐夫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献上一束鲜花。姐夫在我心中，永远都是英雄，永远都是楷模。
也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谢谢你，我会的。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多长点心眼了。我会的，姐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那我走了。小道，你马上去报社办这样一件事情。志学，志学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愿意干嘛干嘛去，你管不着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没完。哎，卖报卖报，卖报卖报，革命党特工自杀未遂，众人跳楼，解放军医院。卖报卖报。预备车，我要去陆军医院。嗨。范兄，你的伤口还痛不痛？不知机关长，您，我想让你今天在全市各界名流面前亮亮相。亮相。是黄宇赫到现在还没有抓到，军统的潜伏人员还没有肃清。这个时候亮相。不行不行，再说这伤筋动骨150，我这儿被钻了这么大一个大窟窿，哪能说好就好啊？机关长，不是我玄乎啊，我这伤口现在疼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真的不行吗？绝对不行，请您慎重地最后确认一次。不用去，也不用忍呐，实实在在的不行。那好吧，我只能忍痛割爱，你可不要怪我。怎么？怎么了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一番军是为我大日本皇军立过大功的。从严治军，首要的前提就是想功成过。我在征求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意见之后，我们有意请你出任这个城市的警察局局长一职。机关长，您说什么？您要让我当警察局长？不过你的身体不允许，遗憾，很遗憾呢。不遗憾，不遗憾。机关长阁下，我的伤已经没问题了。真的没问题。你刚才不是说？啊，刚才是刚才，刚才不是没有动力吗？一文君，你的伤好的
好像快了一点，为大日本皇军效忠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嘛。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“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君不可一时无帅”。时间紧迫，你立即去警察局走马上任，下午3点钟，我带你出席与全市各界名流的见面会。是，不，嗨，一帆君，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当然知道。你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，一定一定。本回用我的车把胡局长送到警察局，再派4辆摩托车，沿路严加保护。多谢季馆长，多谢季馆长。 你们湘粤镇可是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的，甚至多次得到过老头子的通令嘉奖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？是我领导不力，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。大奎死了，可你为什么能活着回来？ 你怀疑我？你怀疑我贪生怕死？特派员的态度让黄某无地自容。 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甘愿以死谢罪。不过，在我惩处自己之前，还望特派员能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烦请特派员给我的老师局座带句话。 什么话？请转告局座，学生不才，犹如使命。我甘愿以死来捍卫党国军人的荣誉。我死后，拜托他照顾我的老母亲。还有，这一道会就不用开了。 就这么简单的去死，能为自己证明。
王某死而无憾。我教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把枪给我放下。放下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党国军人。探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晚了吗？别说了，快进去。到底怎么了？快说。咱们的新局长啊，上任了。新局长？郝探长，怎么样？看看，够精神吧？嗯。想听我说真话呀，还是听假话呀？当然是听真话了。这真话可不好听啊。没关系，说。您穿上这套衣服吧，还真挺合身的。这俗话说，人凭衣服马平鞍嘛，你也的确精神了几分。可是什么？您并不知道这套衣服它从前的主人是谁吧？谁呀？副局长苟延年。苟延年？苟延年怎么了？这苟副局长啊，本来想用他的名字来延年益寿，可是他3年前突然染上了痨病。痨病您知道吧？3个月前啊，一病不起，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的这套制服放在那儿，从来没人敢碰，谁也不想当这倒霉蛋的替死鬼。没想到啊，被您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大人给套身上了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兄弟，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？你说我多这嘴干嘛呀？你愿意穿就穿呗，当不当替死鬼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的人呢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信，我信。这个当局长的没套制服，可怎么出去见人呢？巧了，我家里边啊，还真有一套这样的制服。你有？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给我拿来呀！我看出来了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套制服穿身上，被封了！快去，快去！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是我操之过急，闹了个打草惊蛇，不但牺牲了大奎，而且加大了铲除这个王八蛋的难度。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信他
他无懈可乘。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手法了，所以，我们不能够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。行了，别照了，再照也就那个样了。这怎么说话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太不合适了，也太滑稽。 有点像这个马戏团里的小丑。小丑怎么了？那小丑本事大，你看不合适，我看正合适。有这么合适的吗？啊，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呢吗？哼，这袖口长了，可以挽一挽。 这腰身宽松了，用皮带这么一勒，不就得了吗？兄弟，遇事儿啊，要多动动脑筋，事在人为嘛。行，你真是太有才了，学着点吧。是，我是得向你好好学学。 一号同志跟你联络了，不，他是去了我们的三号联络站，这是三号联络站的交通员送到我那儿去的。您看，湘江，我已投入寻找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，现需要你们紧密配合，让利剑今晚7点半与我单独联系，接头地点。
独一处酒家，接头暗号一束野百合，沿河一号。太好了，赶紧把这个给利剑同志送去，让他一定按时接头。是，我这就去。你们俩现在的首要任务，就是要全力以赴抓住金统站的站长黄宇赫，只要抓住他，我们才能顺藤摸瓜，将军统的特工们全部一网打尽。机关长，您所言极是。这个姓黄的一天抓不住，我就一天睡不踏实。机关长，胡局长可是那边过来的人，他对您说的黄宇赫应该是了如指掌，抓黄宇赫应该不费吹灰之力，这份功劳还是让给胡局长吧，您还是给我派点别的活。抓这个姓黄的可并非易事啊。我现在有个绝妙的好办法。绝妙的好方法，机关长，请您明示。谁呢？谁？丽娜，你吓死我了！志柔，我怎么不说了？我实在是难以启齿。什么事让你这么吞吞吐吐啊？我想今天晚上请您吃顿便饭。请我吃顿饭就让你这么难为情啊？我是怕说出来遭到您拒绝，脸上挂不住，挺尴尬的。那我就这么不近人情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您答应了？真是太好了，太谢谢了。那交代子，你想请我去哪里吃饭呢？吃日本菜怎么样？我知道这儿有一家日本餐厅。日本菜？那咱们就去独一处酒家吧，这可是一家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啊。客随主便，你定就是了。那就独一处酒家了，晚上7:30。好吗？好，这一块，然后从这儿一直到这儿，这样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好，那就按照我们刚才研究的去办。是。都快3点了，也不知道黄以鹤找那个姓胡的。找到怎么样了？黄先生，我回来了。坐。怎么样？有消息，说。胡一凡今天当上了警察局长，
下午三点，池原会带着他在阴石楼与各界名流会面。下午三点？是的。大喜的日子，胡先生，吴亦凡就任这里的警察局局长，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整治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，这足以说明日中亲善是牢不可破的。下面有请胡亦凡先生给大家讲几句。回爷，诸位，诸位，承蒙池原机关长的厚爱和抬举，胡某不才斗胆接任警察局局长这一要职，恐胡某腰软肩松，难胜此任，弄不好会给压趴下的，所以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啊，多多帮忙，助胡某一臂之力，完成好机关长留给在下的各项任务，拜托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要出去找找黄宇和，看他有没有打听到胡一凡的下落。我跟你去。哎，这回你可休想甩掉我。行。记住。我是石原。哦。是家在子，有什么事情？啊，池原君，我想请老同学智柔吃顿便饭，您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怎么，需不需要我作陪吗？这，我看还是下回吧。怎么，是不是怕我扫了你们的兴啊？也好，那祝你们吃得愉快。家代子，你想请智柔吃什么呀？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？啊，您说。我建议你们去大东亚酒店。那里从东京来了几个新的厨师，日本料理做得非常地道。大东亚酒店，智柔说她不喜欢吃日本菜，我把地点定到了独一处酒家。独一处酒家，哦。哟西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夏太子，我要不要派小岛带几个人来保卫你？不用，千万不用，这样会闹得不欢而散的。嗯，好吧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可以了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那晚上七点半。独一处酒家门口见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怎么开的车呀？啊！你晃死我了！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是，我请你下去啊，还是你自己把车骑回去？
我又不会开这破玩意儿。那我只好请你下车了。什么意思？下车！你这股邪火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又远点，太臭熏着我了。这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怎么了？兄弟。 我真不知道哪儿得罪你，你还真把我当成给你看家护院的了，啊！你出来露脸让我做陪客不说，我给你开车你还挑三拣四的。我告诉你，人有脸树有皮，我郝一楠也不是吃素的，让我做下三滥，我绝不伺候。此处不养爷，必有养爷处，回去我就给你写辞职报告，兄弟。 别介呀，你看啊，像你这样一位有经验而又有威望的探长，要是离我而去，这不是把哥哥我撂在那儿出丑吗？得，以后啊，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你商量着办，还不行吗？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 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见了过去的一个老朋友，我得去会会他。兄弟，在这等着我。 黑夜的吞没，也许是，也许错，纠缠一生的结果，爱与恨，还有什么可能？无路可退，你的眼泪，谁拯救谁？情不懂聚散爱。
爱不要问。